随着工业发展，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脏，空气中也充满有害健康的物质。现在就让刘医师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。我们需要空气，我们需要空气里面的氧气，我们才能够活下去嘛。但是如果我们空气，我们周遭的空气不干净，含有一些有害的物质，或是一些细菌啊、病毒啊、霉菌啊、灰尘啊等等，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伤害，尤其呢对我们的呼吸道造成最大的伤害。EchoHill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光合电子束，它最大的优势，第一个就是它很简单、很漂亮，而且效果是很好的。第一个，它不需要很大量的那个过滤网啊、清洁啊等等的这些手续哈。第二个，它只是释放出一些离子，这些离子呢会把这个周遭的一些有害物质呢打下来，还有呢就是会把这些含有像水分子的东西，像病毒啊、细菌啊，会把它消灭。